scooter.谢谢。哟，怎么走了？真走啊？哇，这两口子着急啊！明天上班可能。这么早？啊，今天520哈。是今儿吗？嚯嚯，乱了这日子。这是小满哈。520，也不知道从何年何月开始过这种节日了啊。嗯。520就跟浇水一样的一个日子哈。那是502，那是。啊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嗯、谢谢。刚才这个节目叫做杂学唱啊。对。这个谢金。谢老师，大高个儿，1米9几，对，93。别看个儿高啊，怎么样？辈分也高啊，辈儿大。按说应该喊的叫师爷，对，我叫叔。比我要大两辈儿、嗯，没有占便宜的意思啊。啊是，他确实，我应该喊的叫叔，嗯，但是我没有喊过。是，刚才那个大上寿那个节目，我们也是平辈儿。对。平辈的那个必须平辈可乐。对，这个这样吧，接下来我也给大伙唱一会儿。是，刚才谢金给大伙唱了。谢金是以戏为主、嗯。别着急啊，朋友们不要着急啊，《五环之歌》一唱就结束了。这肯定是我们的惯例嘛。对，一唱就下班了。以前我们演出的时候。一上台观众就喊五环之歌，五环之歌，唱一个唱一个。我说好吧，我给大伙唱一个五环之歌，唱完底下没有人了，下班了。嗯，我仔细的回想了一下，其实我是一个相声演员啊。哟呵，您才想起来。不是一个歌手啊。嗯，对不对？虽然我的歌红，但是行了啊，但我相声还可以嘛。不要脸的方法还挺多，你知道吗？慢慢来，节目是有顺序的啊。是，孙老师其实也是一个歌曲的爱好者。我爱听。嗯，特别喜欢听。是。也当然了，他偶尔也会唱。我不好听。他媳妇儿，孙媳妇儿。又有我媳妇儿呢，这。我们嫂子，我喜欢，你知道吗？我比你还喜欢呢。咱俩喜欢的角度不一样。那是。是不是？那是。我嫂子就喜欢唱。嗯。没事，自己在家就唱。哦，自己的。啊、你等会儿。我给你学学、啊。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哎，我媳妇好唱。对，没事自己的跟家唱。嗯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她自己跟家唱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哎，请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。这怎么回事？可说呢。这不你跟我说的吗？我跟你说这个嘛，我咱俩就好嘛，经常跟我什么话都说啊、嗯。一个人在家唱歌，我给您学学啊。我媳妇儿好唱歌。是谁在唱歌？我媳妇儿。温暖了寂寞。对，流行歌曲。白云悠悠，蓝天依旧，泪水在漂泊。没声了。在那一片苍茫的人生。怎么了？看见放天璀璨的烟火，丢转儿在你的心，哎呀，自由。我媳妇没电了，是怎么的？去远方，真难受，听着。他媳妇一唱歌。他就上阳台抽烟去，我干嘛躲出去？让邻居们知道啊！我没打他。嗨，哪儿那么难听啊？他也爱唱，我不好听。他白天不唱，我呢？晚上唱。哦、晚上唱。晚上等他媳妇上班以后，他在家领着孩子。家里有孩子，这个孩子呀，哎，5岁，老跟他母亲打架。行，有孩子就晚上就别出去浪去了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叫浪啊？上班赚钱，怎么了？你等会儿吧，我问的就是这个。晚上上班，晚上上什么班啊？废话，不是夜班吗？我问你什么班，什么性质？就是赚钱呗。废话。孩子呀，
不赚钱那叫浪，知道吗？赚什么钱上什么班？他那个班啊，他那个班，嗯，我要是去了怎么着，走的时候我也得给钱。废话，你敢不给？不是，先不说这个，你是说什么班？就是哎什么大排档。你大排档卖羊肉串啊，是不是晚上上班？哦，夜宵大排档，对不对？哦，我去吃串，走的时候我是不是得给钱？那是，对不对？哎，真信了。哎，废话，就是大排档，就是。对，家里这个孩子总是哭，总是闹。我哄孩子，再哭，嗯，再哭我跟奶奶似的，我揍你啊！我还真随我妈，你知道吗？七窍流血。嚯，嘿，这孩子打小都锻炼的，大，跟我妈技术都一样。踢墙上了，嚯，好家伙！啪，贴墙上，唰，掉下来。好，改画儿了。哎呀，孩子哭了？那还不说明活着呢？孩子净哭了。孩子一哭一闹，街坊邻居受不了了，扰民了，敲你们家门。是，老孙呢？嗯，老孙，嗯，怎么意思？啊？干嘛呢？管管你们家那孩子，别让他哭又闹了。哦，街坊邻居怎么睡觉啊？是，得嘞，大妈，嗯，你回去吧。啊。他一会儿就不哭了，那是打死了，一会儿就 KO 了，给他的。大妈走了，嗯，再看他，嗯，把孩子抱起来，干嘛呀？得了，嗯，过了，是这样吧？怎么着？爸爸给你唱首歌。你看我干嘛呀？突然间眼睛不舒服。你不舒服，你看得够准的你。爸爸给你唱首歌。别！在那哄孩子。桃花盛开的地方，还赶场呢。一棵小白杨站在了哨所旁。哟呵，好，还没唱完呢。啊，大妈又敲门了。怎么呢？孙悦呀，啊，你让孩子哭吧，好吧。哎嗨，我唱歌比孩子哭还难听呢。都爱唱歌，这正常吗？哎，是，对不对？我也喜欢唱。您是好唱。什么小曲小调，嗯，歌曲戏曲，嗯。我都喜欢唱，都爱。我后来进德云社之后啊，嗯，我学的第一段我记得是一评剧。哦，先学习北方的剧种评剧。哦，我相信今天在座的有没有北方的朋友，举手我看看。还不少，啊，不少。有没有南方的朋友举手我看看？不举手的你们是哪儿人？我看看。女方的呗，嗯。中部啊，嗯，都是纽约本地人啊。哇，wow, 老纽约人，哈哈，你们好洋气啊。哎呀，好尴尬，那个自找的。评剧唱给大家啊，哦，希望北方的朋友能够喜欢啊。哎，咱们听一听这评剧。评剧 啊， 啊，嗯，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，这不歌吗？我们曾经相聚过，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，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，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，对你我来讲已经足够。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，只愿你的追忆有个我。岳老师，岳老师，嗯，这是评戏吗？我一直说的是评剧啊。那你说什么北方的剧种啊？那一个是评戏呀。评戏？啊。那我哪会啊？那么，您还挺直白。再说现场的北方的朋友那么少，哦，对不对？那您都唱吧啊。评剧。嗯。别管以后将。别管你了。我看你怎么结束。一点也不配合哈。别管以后将纽约憋坏了啊。三楼的朋友您等会儿吧，
三楼倒是有，哪有人？没有人吗？二楼的朋友、啊，二楼也没人，二楼也没人啊！咱们一起嗨起来！嗯，都没开上面。好好给大伙唱一歌啊、嗯，唱一个什么呢？什么呢？我让你猜吧。你唱什么？我哪知道你要唱？我猜。我猜什么呀？刘老根儿。这是北方的朋友啊、嗯！大哥，你是不是走错了、啊，大哥？啊？我们是德云社好吗？刘老根儿，胡来吗？刘老根儿，哎，刘老根儿，你是一个啥样的人啊？刘老根儿，刘老根儿。为了圆上那个梦，你赌上了一辈子的情，历尽艰辛不回头，老牛拉头劲儿不松，青丝变白发，是这个吗？美的你，我还给你唱完了，我还。他没走错地儿，是你拜错师了。还有什么？这不是一个点歌台啊！那你问人家，我是有顺序的啊！你还知道啊？不要打乱我的顺序啊！您还是有纪律的啊！茉莉花，茉莉花，这什么歌？好一朵茉莉花，哦、好一朵茉莉花，满园。想也想不过他，我有心采一朵戴，又怕看花女人儿啊，垮掉害怕啊，那就算垮掉了啊。啊，睡醒了，上外边补觉去了啊，睡了一会儿哈。清醒一下啊，嗨起来啊！我们来一次不容易哈、啊，你在这睡觉真的是太让我生气了。是因为我们睡不了是吧？唱一个什么呢？什么呀？宋情郎一唱彻底结束啊！那大哥你一直在点，你一直在点，一直在嚷嚷，不要说话好吗？哎，因为你点的这些我全都不会好吗？点错了，合适。我唱歌让孙老师猜，好吧？猜什么呀？谁唱的什么歌曲？歌曲名呗。稍微有些难度。没难度，中国的歌都好猜。嗨嗨，你听着吧。实在猜不出来，第一句就是歌名。你难死了，听着吧。不能。又见炊烟。又见炊烟。哎，行了，老李来。哎呦，唱完的瘾。想问阵阵炊烟，你要去哪里？夕阳有诗情，黄昏有画意。诗情画意虽然美丽，我心中只有你。楼上的朋友一起来啊！楼上没人，没人。炊烟声，可以了，行了，楼上没人，没人搭理你。想问，哎，你看相声说到这种境界，真的想歇会儿就歇会儿，来。这人多可恶，这是。您等会儿吧，又见炊烟，第一句就是歌名。又见炊烟，谁唱的？这个，王菲啊。王菲，对，特别好啊。其实邓丽君也有一版，最早邓丽君，对，最早邓丽君嘛。嗯。又见炊烟声。怎么又唱一遍呢？这是邓丽君。哦。王菲是这样。又见炊烟声起，
暮色照大地，想问君知谁。它不一样，那是味道比较怪。我给你唱一个新歌吧。您还会新歌？哎，最近刚出的新歌。新哟，那流行新歌。相信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没有听过，注意听啊。哦，新歌，听听啊。不是头一句，不是歌名啊，下菜。不一定，这准的，一般就是。让我们荡着双桨，你等会儿。哎哎，等会儿吧。小船儿推亲爱的开波。岳乐日，岳乐日，别陶醉了，行了。岳乐日，岳乐日。岳乐日，这边有狗粮，来。嘿。哎，这喝好，那大奔山那意思。飘荡在水中，迎面吹来了凉爽。哇，这个，你们好潮流啊。嗯。这么新的歌都会，哎啊，哎，特别好，哎，特别好，哎，这是新歌啊，让我们荡起双桨，这是新歌啊，你妈没怀孕时就有，知道吗？你妈没怀孕，真是的，这歌多老了，老歌啊，太老了，来个新的啊，这第一句就歌名，多简单，第一句歌名听这个吧，雾里看花，雾里看花呀。你们越来越简单了。再回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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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回首。阿莲，阿莲，我难不住你了啊！嗯。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，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？这名字这么长。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，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。感受让你疯，让你去放纵，这个第一句，你以为你有天会感动，把第一句再唱，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。 您再唱遍第一句。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，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。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，多想问你究竟爱谁。既然爱那份是非，有点贬下凡尘的意思。就别逃避，勇敢面对，给了他的心，你是否能够要得回？这歌要得回，叫是吧？怎么忍心怪你？过火是吧？我觉得是过火，可能。更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，哎，怎么忍心让你如果你想飞。哇，当歌手就是好，净歇着了，你说就是好，所有上不去的都可以让大家唱，对对对，大家一起来了，这玩意儿，嗯，这是过火，是张信哲的一首歌。哎，张信哲是我从小的偶像。是啊，嗓音很清澈，对，特别的好听。后来非常的有幸，我能够跟他在一起同台，唱过一首歌，唱过一首歌，嗯，别怕我伤心。是，但是我第一次见到张信哲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聊天，我说：“哲哥你好，我是小月，嗯，我特别喜欢您的歌，但是您的为人我特别不喜欢。”您这有点太直言了吧，这玩意儿。不是，他也很诧异，说，对啊，怎么了？我人家招你了，得罪你了吗？还是怎么？对啊，我说这个人虚伪，怎么的？他当时很紧张，我说不用紧张，从你的歌词里能感觉到比较虚伪。什么歌？有首歌是这样唱的。什么词儿？关于流言，我装作无动于衷。关于柳岩，他装作无动于衷。我承认，嗯，我做不到。那是那是，是你多随便啊！我不随便，就是那个意思，嗯，是吧？对，嗯，燕子啊，我演过一个电影，跟柳岩一起演的啊。嗯，其实我们两个演过两个电影，
是吗？大闹天竺啊，对对对，王宝强那个，还有就是张一白导演的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》。嗯，我追车那个，谁看过？哇，这个电影这么红吗？你想国外也没什么事儿干。这么多人看过，好欣慰啊，好开心，好开心。别走了，哪儿我就不走了。留下来，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，连绵的青山脚下，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，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，我们要唱就要唱得最痛快，你是我天边，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，悠悠地唱着最炫的民族风，让爱卷走所有的尘埃。亚麻得，就是刚才那帮没举手的，是日本的，你知道？亚麻得，那大爷你还笑，你知道亚麻得什么意思吗？我看你的笑容很假，你一定不知道什么意思。不知道不知道吧？他的笑容是这样，大家说亚麻得，大爷，我说亚麻得，大爷的笑容是这样。大爷都绿色呀，是吧？啊。我可以单独告诉你，他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你传播点好的吧，嗯。哎呀，挺好一歌剧院，改广场舞了，太开心了。还有什么？女儿国，女儿国，女儿情啊！你说我跟李健唱那个《女儿情》哈，嗯，牵手没牵上那个哈。李健唱歌有一个习惯，嗯，就是手啊，就是画圈，有点抒情的意思。虽然我正当少年，正当少年，他那个手就画圈，嗯，我以为他要牵我的手呢。是，您也是训练过，嗯，就上热搜了，知道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《女儿情》。嗯，我没有想到健哥选了一个那样的歌啊，唐僧在女儿国抒怀，并看着女儿国王的眼睛。好家伙，其实是三个歌啊，嗯，唐僧抒怀、女儿情，还有你的眼睛。哎呀，最早我跟李健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说健哥我不太会唱，嗯，说没关系，你先唱一唱这个女儿情，我听听是什么感觉，看看基础。我说好，我就给李健唱了几句。嗯，鸳鸯双栖蝶双飞，满园春色惹人醉，不挺好吗？我记记个儿觉得还可以。什么叫我记记个儿啊？这都什么话？这叫我自己觉得还可以。嗯，李健听完说，小月这样，这两句我来唱。不是为什么呢？我就你知道那种赤裸裸的打脸的感觉吗？一点面子不给啊。是啊，我说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他说是这样，歌词是鸳鸯双栖蝶双飞，满园春色惹人醉。对了，小月你唱的是鸳鸯双栖蝶双飞，这可能是你的一个梦想，但是并不合适，并不合适。要不说还是您孝顺呢。你看后来呈现的就是他来唱这两句，后边是我唱，嗯，咱们一起唱好吗？鸳鸯双栖蝶双飞，满园春色惹人醉，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，女儿美不美。说什么王权富贵，怕什么戒律清规，只愿天长地久，与我意中人儿紧相随，爱恋意，爱恋意，愿今
长相随。还真好，女儿情是。还有吗？海草。海草。像一个海草。行了行了行了。像这种超时尚的我们来不了。对啊，这太就是超我们思维方式的都快。嗯，我记得来首新歌哈。好，来首新歌。这么难为他们。是这样，朋友们，我在温哥华跟多伦多演出的时候，我也讲过这个事儿。是。就在我小的时候看电视，嗯，电视上呢有一个电视节目，中央台的一个电视节目叫做《同一首歌》。啊，老节目吗？有人知道这个电视节目吗？这是老牌子了。有一次《同一首歌》来到纽约。对。我记得音乐一响起，有一个歌手往台上走，镜头扫到下面的时候，很多人都热泪盈眶，都在哭，感动。大家记得是哪首歌吗？可能不是千万次的问。我不是要唱那个歌啊，我的就是说说你我别想多了，别想多了。我是什么意思呢？嗯，就是纽约这个城市承载着很多人的梦想。对。有超过10年的吗？在这待着。嚯、哦！你看，有很多人都超过10年了，千万次的问，还有朋友。是因为那个电视剧《北京人在纽约》而来的纽约，有很多感动的声音，很多回响的画面，能够想起那个时候。对，咱们回到九十年代八九十年代，好不好？千万次的问我不会，就是您这个转的有点硬，是不是？嗯，是，嗯，是是。千万里我追寻，架不住他们会呀、啊。你呀、啊，就指着他们活着呢，你知道吗？这没他们就全垮了，就。看得出来你有多孤单。上是上瘾了，啊、这个嗯。行了，就别嘀咕了，行了。在梦里，你是我的。纽约是没有 KTV 是吗？这不能起个头是吧？起头都跟着唱、嗯、我前两天在多伦多演出的时候台底下有人点歌，哇，给我笑得不行。那天是我演出太可乐了，让我特别开心的一天。多伦多的观众，朋友们有什么想听的歌吗、嗯、然后底下有个纤夫的爱，我天哪，后来我们说你哪年来的，这是他点歌点纤夫的爱。对，这太老了，这歌、个、咱们有没有兴趣点一个那个年代的歌，咱们你们熟识的，咱们一起嗨一嗨好不好？80年代大花轿，嚯，好家伙！大花轿怎么唱？前面怎么唱？太阳出来我爬山坡。太阳出来我爬山坡，爬到那山顶我想唱歌。歌声唱进了妹妹听啊，听了歌声。哇，曾经的流氓上这儿来了。哎呀，全在这儿聚齐了。看来很多朋友不熟啊。嗯。还有什么熟的歌？咱们来一个。九妹。这个也太老了。九月九的九，好不好？又是九月九。又垮掉了。难不成只有纤夫的爱吗？妹妹你坐船头，船头都是那年代出来的。小芳好不好？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，长得好看又善良，一双大爷一直闷闷不乐，你怎么想起谁了吗？大爷，请你照顾一下依偎在你身旁的大娘好吗？
让大爷点一个是不是？大爷一直听相声要开心好吗？我们不容易来一次，我们特别害怕朋友们不开心，有什么心事抛之脑后，他们明天再想，今天就是开心的时候好吗？大爷来，小芳大爷走，你自己唱来来走。行了，差不多点薄呢。那个走四方好不好？会不会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，会不会？村有一庄，看斜阳落下去又回来，地不老天不荒。喜欢你们这种戛然而止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不会唱，愣来。对，不会就是不会，唰一下没了。要不会都不会，谁也不尴尬。啊、一村有一庄。等你起头呢。哎呀，还有想听什么呀？就你们知道的歌。什么？真没听见你们说什么。滚滚长江，哦，三国是吧？滚滚长江东逝水。好，你觉得我这个公鸭嗓唱得了那个？你什么嗓？公鸭嗓。你自己知道啊？那是那是粉红色的回忆啊、嗯！看来我的电视节目你们也看啊，无限歌谣季啊，我唱了一个粉红色的回忆，唱给大家一起唱啊，会唱的一起唱啊。夏天夏天悄悄过去，留下夏日。突然间很心疼你们，你们的生活指不定多。但很多歌我并不会，你也别为难我，是不是？消愁。那你乐什么？我纳着闷儿。就避免尴尬嘛，就是。消愁是吧？当你走进这欢乐场，这歌和这歌可不好唱了。不好唱，我就会这一句。包括像我这样的人，对，像我这样忧愁的人。词儿都不对啊！像我这样优秀的人，没人信。本该灿烂过一生，全是下句儿，怎么听着？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，还在人海里浮沉？毛不易的歌啊，对，毛不易不错，嗯嗯。丑八怪呀呀呀，不好唱，这都是骚歌，你知道吗？人家是歌骚啊，嗯，我是人骚。哎呦，就爱你这个性格，嗯。好汉歌，大河向东流啊。嘿嘿，不齐呀，怎么你们？重新来，我要不来一遍。大河向东流啊。你们就是愣来，我咱就走啊！怎么就停止的这么顺畅的都？怎么就这么突然呢？对呀、啊，我发现了，就是所有有合音的东西都不行哈、啊。嘿嘿，全都没骑过，太可乐了。孙老师来一个，我来不了。咱不闹啊！我能唱，我早唱，我真唱不了这玩意儿。还是你来吧，因为我更不齐了。孙老师，你来这套。孙老师，来一个。哎，怎么着？齐一回。我真来不了，真来不了，我这嗓子唱不了歌。我这唱完，人报警了一会儿。不爱我就拉倒。不爱我就拉倒。拉倒拉倒呗。周杰伦的新歌哈。不爱我就拉倒。刚才还上网查了一下啊。看了一下有什么新歌哈、啊，太新了、啊。周杰伦的新歌，不爱我就拉倒。听点二人转是。哎呀，
还有什么呀？雷佳音跟雷佳音有什么关系？对，跟雷佳音有什么关系？清明上河图啊，两只蝴蝶。哇，这歌可老。亲爱的。哎，这怎么这么奇？都是那年出来的。亲爱的，我不信。哎呀，河南豫剧，你是老乡啊？你是河南的啊？有多少河南的呀？河南的有几个？哇，怎么这么落魄吗？咱们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不老少啊。嗯，老乡。啊，嗨嗨，都是老乡。那你也是啊，没人问你啊。他只跟女的搭理你，的多余你。加个微信啊，哈哈哈哈。咱们一会儿附近的人搜一搜好不好？你看您这爱好广泛。二人转。真难为我们。我叫小沈阳，你这么点歌真的让我生气啊。你要说翻唱还行，直接点名这不行，这是人家的歌，这是。我叫小沈阳啊，艺名也叫小沈阳，沈是沈阳的沈，阳是。你们就别跟我一起合了好吗？唱别人的歌就够尴尬的了，真是的。我们不一样啊、这我都唱不了，真不唱不了。常回家看看，你是有多想家呀？你还说我们呢？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，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，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，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平平安安。常回家啊，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，一辈子有没有想家？像这种乡音的歌曲，一唱就会想家。唱回家看看，回家。改豫剧了。杨家将，嚯！好了，时间也不早了啊，咱们。杀手锏啊！杀手锏、嗯、啊，那是因为那是我自己的歌曲，嗯。五环之歌唱给大家，嗯，就是这个应该你们能唱齐了吧？你知道吗？我特别喜欢这个画面，嗯，每次演出的时候，我说五环之歌唱给大家，所有的手机唰，你知道吗？我五环之歌已经唱了很多年了，每次唱的时候，每次演出的时候，我不唱，我说今天不唱五环之歌了，唱吐了，唱太多了，嗯，观众就骂街，观众不答应。就不答应，不愿意。他们觉得今天看你的演出没有听到五环之歌，就好像白来一样。你看，也不知道观众怎么想的。嗯。好，姑娘你起头。嗯。你要不你起个头好吗？我看到后面有个朋友啊，拿了一个诺基亚，请你放下好吗？要说您这眼睛够好的。不是，他没有像素，你拍什么？行了行了，就您这脸不好分辨是吧？啊，要不我准备好好吗？让大家准备好。一二三开始，一二三开始啊！准备好了哈，手机准备好了啊！一二三开始。啊，五环，你比四环多一环。啊，五环。你比六环少一环，
终于有一天你会修到七环，修到七环怎么办，你比五环多两环。这有什么好唱的，就这歌一点营养都没有。嗯，找一找演唱会的感觉好吗？你各位也不要吝啬自己的嗓音，咱们嗨嗨皮皮的唱起来。什么叫嗨嗨皮皮啊？嗨嗨皮皮就是一个成语。哦，好，好，也是我网店的一个名字啊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啊。楼上的朋友，就俩人。终于你会修到七环怎么办，你比五环。孙老师，我发现一个情况，嗯，很多朋友不好意思张嘴唱，要脸。不对吗？朋友们，这不能要脸了，这不是一个要脸的时代，你知道吗？全是不要脸玩意儿。你想啊，想想这个道理，你要脸，你身边的朋友不要脸，是，你身边的朋友会看不起你的，你知道吗？要不要脸就看不起了。那可不是吗？哦，来啊！大哥，年纪轻轻要脸。要什么脸，真是。逼着人家不要脸是。你比五环。嗨不嗨？不嗨。还不嗨，走四方都唱了，你还不嗨？那还没唱完。下来。这是要开饭了，嗯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承认我怂了。没有这规矩，主要是，嗯，不够分的。不是你不敢下，你知道吗？退票？那这有点难了啊！大哥，你要脸吗？你不能不要脸到这种程度啊！快四个小时了，你才退票你？演出演到这会儿了，你要退票？现在就是电影出字幕的时间，知道吗？就等着彩蛋就完了呗。太平歌词，大哥你一直在点，跟那大哥一模一样。你们俩坐一块儿吧，听我的，来来来，对，祝你们俩幸福吧。天天听我的相声啊。嗯，那你今天终于现场听到了是吧？第一次听现场吗？都是吗？哇，多无多，你们生活多乏味啊！嗯，真好，真好。嗯，你们的第一次就这么献给我了，我特别开心。想多了你。啊，从哪儿过来的？你从哪儿过来的？什么什么？嗨，无所谓无所谓，那就是一个郊区嘛，是吧？说的还挺洋气的样子啊。是，反正什么粥听的是啊，嗯，就是我就听见一个粥。嗯，皮蛋瘦肉粥不是吧？掉锅里了。洛杉矶哈，我马上洛杉矶有一场，
对，哦，还去啊，哦，真有钱，真有钱。那行那行，真有钱。刚才送的这些礼物有你的吗？啊，没事，洛杉矶看你表现啊。不是，你可以出去买一买嘛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打完样了，这反正花那么多钱买票，你知道我们拿不着这个票的钱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全靠礼物活，刷礼物活着呢。我们有点直播那意思了。哎呀，有点忒不要脸了哈！还有没有特殊情况来听相声的？坐六个小时的飞机，有，刚才还三个小时呢，臭不要脸！这么会儿都涨了，怎么？十二个小时开车过来的，从哪儿？哪儿？辛辛那提？有这个地方吗？啊，行啊，你说有就有，你们说有就有，无所谓，对不对？不抬杠。还有没有特殊情况来？北京来的？你疯了？北京，你为什么？你给我个理由。不上班来的，什么班晚上上你们？哦，你也烤串是不是？大排档。我要去吃串，我也给钱。那是。跟嫂子一单位啊。嗯。那就对了，嗯。没有啦。啊？什么？圣何塞，圣何塞，我们明天就去。真的，明天就圣何塞。说。哟，那还真不是。对呀，啊，我去过芝加哥呀。芝加哥去过芝加哥。这个演出啊，不是我们自己定的。是演出商定。对，哪儿演哪儿不演。对，他觉得哪儿市场好就哪儿演。对，我今年哪儿红我就去哪儿演。哟。您哪儿红？我血红。废话，谁都是红的。我还好、嗯，刚才为什么说有特殊情况来看这个演出的呢？因为我想送给河南，我也是从河南来的啊，没有什么特殊的哈。我想送给他一个小礼物，就比如说这位朋友真是开车12个小时，你真的没有骗我。那好，你想要什么礼物？包我一晚上。哇，那个大爷乐了。大爷，你终于开心了，你开心我就开心，我跟你走了。好开心，好开心！开12个小时来的，让一个不开心的人快乐起来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我特别开心。啊？哎，开车6个小时，人家开车12个小时。说，合个账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嗯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答应一个，我会得罪1000多个。跟他合跟别人不合不合适呢？集体合账。一会儿散了场，站场上给你们照应。把手机给我来。从这么照就。不一定拍得进去，我跟你说吧。能照吗？往这边拦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自拍杆儿。哎，我拿着给你们照吧。
还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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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的脸就挡上五十人就得，脸太大。来，我把手机给恢复出厂设置了。那有什么办法呢？你看我脸旁边就是你，好吗？这算是送给你的一个礼物，12个小时车没有白开吧？好，来。对，开车来的回的注意安全都啊。这边怎么了？那边怎么了？你也有手机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是的，你看，啊？大姐，这个就是有点牵强。为了看我刚买的手机哈，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你买一照相机才对呢。照相机买不起啊。不是你这样让我不好过，你来呀来呀，不是你让我不好意思过去，我害怕，我有点儿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别着急 啊！好好的给大家那个唱一个《青藏高原》，因为嚯，因为今天真的很开心，很嗨。您有点豁出去了，您、嗯、你是谁带来？是我。您冷静一下啊！怎么了？青藏高原前面好唱啊，最后那句高八度可高了，你行吗？哎呀，你想多了。怎么呢？我唱不到那儿就死了。死半道了，嗯。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？是谁留下？没有你们不会的、嗯、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，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？哟，画地盘呢。相恋呀嘛的。哎，让他去，别唱，什么词儿那是？哦，唱错了。行。呀嘛的，不是，我最近接了个日本戏，是叫。怎么听这词儿像你的女一呀？怎么？亚麻苏，亚拉苏，亚拉苏，亚拉苏，行不行？往高了，往高了，那就是青藏高原，往高了，亚拉苏，那就是青藏高，一起唱，一起唱。